准备好，看你们要画的是 one。各位画好了呢，咱们这段就播出；画不好，全场都打马赛克。所以 Chris、鹿晗、陈，我不多说什么，你们三个看着办，是吧 ？OK， one, two, three, g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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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ve.Chen, take care. Whoa. Oh. Okay, next. Whoa. 鹿晗，小心一点啊，鹿晗。One, two, three. Oh, four. 还有一圈。Five. Go.一样一样，我的头发是长草是不是？哇！好 ，next， Chris， 你给我小心一点，我跟你说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go。Chris， 你的时间已经两分十五秒了。哦，时间到。他们的时间是两分三十八秒。这外面这个轮廓是鹿晗帮我画的，是不是？就是我，这是我。好，这是这个浅蓝色的地方。哦，在你心目当中，我就是个国字脸，是吧？没有，这是 V 字脸吗？你的鹿晗的脸是这样的，是吧？我就是这样的，是吧？是不是？这是陈画的，是吧？对。哦，你都见过我第二次，对吧？把我这个弯弯的黑眉毛给我画成了一道横眉，好吧？没有，我喜欢你，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啊，对。哦，我爱你。谢谢。哦，这是鹿晗，是吧？在你心目当中，我是龅牙，是吧？是吧？龅牙，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哦，来 ，Chris， 来。我这么有腰身是吧？这么细是吧？你就多一笔给我画一个，都不行吗？没有，闺女很苗条嘛。你刚跟我说你非常的苗条。哦，这个马松相当帅啊，好不好？好的，谢谢几位。我们的红队啊，红队三位。棒，哇，非常棒！你们的时间好短啊，好不好？所以这一轮的比赛，经马裁判的判断，输了的是红队。哇，哇，大家一定会问为什么？因为其他的队伍呢，虽然用时很长，但是人家那是一幅画作。而这一队呢，虽然用时很短，但是他们的狼没有身子，所以只有一半，所以他们就输了。哦，谢谢，好不好？谢谢。输了有输了的好处。谢谢，好不好？我们所有赢了的朋友呢，我们的中国爱大哥会今天既然是来到中国嘛，我们要给大家送来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礼物，他们每人将得到我们为你们准备的文房四宝。来，有请。哇。哇！啊，진지하나밖에없어한팀만지는거예요那个灿烈有意见说，输的队只有一个吗？灿烈，你想拉一个出来给你垫背对吧？啊！好，我来看看时间，没了，就你输了。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送给几位小朋友的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房四宝，有毛笔。好，笔墨纸砚，好不好？希望你们回到韩国之后，可以记得中国有这么多热情的、喜欢你们的朋友，好不好？好，谢谢。머리카락이거많이안돼요好，怎么了？哎，跟你没关系，没关系。好的，这个送给
黄队，那个主持人，哎，发礼物之前他有意见，什么意见？你说，都梦都长头发了，怎么可能给他们礼物？不是，太说的。好，哆啦 A 梦没有头发。好，你们说给不给啊？观众都说给。我呢？好，我呢？哎，哆啦 A 梦。good. 没有안경도안경도근데이걸그리라고말해가지고뭐어쩔수없이그린거예요야저저진가져가져아니에요그래도라이몽빨간색이없어아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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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他说那个啊那个博贤说是因为红队要求了，是队员的要求，所以就配合他们画了。啊，那个世勋说是这个不是头发，是戴那个这个帽子。这个不是头发，是帽子。우리도팔다리있다고他说我们也有那个四肢。啊，四肢在哪？胡子？那不是胳膊？这是腿。啊，这是胳膊，这是腿。这是腿。好，你当我是傻子啊？简直是侮辱！给我撤下去！好，刚才呢，我们要奖励的是 blue。好，谢谢。当然还有 Chris 鹿晗，还有陈的 Grace。谢谢。捧场王是不是？谢谢。哇，特别适合我们啊，这个。好，所以这都有为你们特别准备印章哦，这每个印章都印有 XO， 哦，有没有？好吧，希望你们可以喜欢。好的，谢谢。